小度，小度，哎，我在。让我们来看看红童子会画成果。基础画的山水画。这是老师。简单对比一下。我就是那个白家秀，这边是老师画的小鸭子，好好看。然后再看看李一桐画的鸭子哈，哎，这就是个 Z， 哎，其实这个还是有点有模有样的。你看，这是山，这是山外的一些小树，这是也是远处一些细溜溜的小树干，这就是我的山水画。OK， 很好。很无语，心里很好看吗？现在很好看，我看看。听听，海哦海哦，有山有水有花花有太阳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小学生小学生一等奖。